晨，早晨，纽约早晨，燕玲咧喺呢个十一点钟嘅时间咧，同大家讲声早晨吓。咁啊，刚刚咧系之前一个节目咧，就我同事啊吓，姓安神系咪有条问题要我解答啊？即系无端端俾多样嘢我做。咁其实头先讲咩都几爆笑啊！讲乜嘢？介绍咩啊？系咩啊？请人啊嘛，系咪啊？要有条理性好强，冇错，条理性好强。咁啊，听到咧，大家都喺度笑。咁其实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我一听到条理性，我已经明白系咩意思啦。咁基本上咧，就系话要有强嘅条理性，即系要强嘅适应能力啦。讲真，咁但系我谂喺条理性咧呢个词就用错咗啦吓，应该适应力强呢个可以，应该讲系贴切啲啊吓。咁喺呢度呢个问题已经解答咗啦，系咪啊？好简单嘅问题吓。咁啊，阿圣安神，下次有啲乜嘢问题咧吓，即管 challenge 我，睇下我答唔答到。咁啊，喺呢度咧。俾個少少嘅提示大家啦嚇，聽日燕玲呢個節目咧喺嘉玲日11点到12点咧，就我就會揾到咧聖安神上嚟同我傾下偈嘅，我就想係以有兩個主持人嘅身份咧去嚟一個對話。嗱，依兩日咧，我就會講係歧視問題啦，主要係針對一本書嚇。咁琴日喺節目當中咧就有介紹呢一本書嘅，咁就希望從呢本書咧，就了解一下非裔人士喺美國嘅咁多年嚟嘅掙扎啦。咁同埋可以深入啲去睇下，究竟佢哋面對嘅難題係乜嘢？點解到今時今日咧，佢哋都係仲會係面對歧視問題咧？因為佢哋已經喺呢個美國嘅本土已經即係好長嘅歷史。咁同時間咧，就反映到我哋華人喺呢個國土都有好長嘅歷史嚇，差啲講咗國語添，唔係有嚇嚇有好長嘅歷史。咁從中作一個比較，睇下我哋華人生活喺美國，可以喺即係透過佢哋嘅故事、佢哋嘅分享，我哋學到啲乜嘢咧，同埋我哋認知咗啲咩咧。咁聽日嘅時間就希望咧多一把聲，就係有聖安神嘅一把聲音。咁喺呢度咧就同燕玲做一個對話，因為咧我就喺呢度住咗30年左右嘅時間啦，都係叫做老華僑啦。咁聖安神咧喺呢度透露少少，咁佢就係叫做嘅好新鮮運到嘅朋友。Fresh off the boat， 唔系佢系 fresh off the plane 啊，应该吓。而家冇人搭船移民过嚟嘅，通常都系坐飞机啊。咁就系想藉着咧，系两个喺美国嘅华人，一啲故事分享。咁从中睇下可唔可以，一个新移民可以同一个旧华侨吓，老华侨，喺呢方面睇下个角度有啲咩唔同吓，有咩分享咁样。我系期待听日呢个节目时间，咁都希望你有兴趣咧，就唔系扭开你嘅心机，系揿个掣吓，上 app 听听日嘅节目。咁如果有兴趣。喺今日分享啦嚇，就呢個話題分享咧，即管咧可以打電話上嚟啊，睇一睇嘅電話號碼啦，就係929-279-3399。咁如果係微信嘅朋友咧，就係 Eason Media 254。咁喺呢個時間咧，就我見到我一邊做節目一邊咧，就啲同事咧喺度搞緊嘢。有少少令到我分心啊！好，咁啊，而家咧就投入翻琴日嘅话题。咁啊，琴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到话，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主要黑人以往嘅少少历史啦吓，唔会好深究，唔会去到呢个系奴隶嗰个年代，因为太远啦吓，讲几百年，咁我哋就唔需要喺嗰度就针灸咁多。但系咧，系咪斟酌？我觉得啱唔啱？系咪斟酌吓？唔使斟酌咁多。咁就系会讲一讲近代历史方面嘅。咁其实我喺呢度住咗咁耐啦。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喺呢个90年代就有一个 riot，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嗰个年代系1992年吓，喺 LA 咁啊。L.A. riot 呢個咧就當其時對我嚟講咧係好震撼，因為嗰陣時我係喺三藩市住咗10年嘅時間啦，咁一直咧都我琴日有分享過，我都冇感到被受歧視，或者係意識到其他嘅
一啲人士係會受被歧視，因為嗰陣時喺三藩市住喺三藩市嘅非裔人士都好多，咁但係都冇係見到一啲或者聽到一啲被受歧視嘅新聞。當然而家咧呢個年代咧，聽到類似嘅新聞係越嚟越多。點解今時今日會聽咁多，但係嗰個年代反而冇聽到咁多咧？係咪代表嗰個年代其實嘅歧視個案唔多咧？絕對唔係，因為咧你睇翻起今日我哋嘅資訊發達嚇，每個人身邊都有個手機，都有個係功能可以影相。可以錄音，亦都係咧。而家網上呢個叫做 social media 係咁廣泛，每個人都可以上 social media 可以睇到全世界所有人嘅分享。咁所以喺呢一個五大時代嚟講咧，就資訊咁發達、咁迅速嘅情況下咧，就令到我哋咧係可以即時係可以睇到好多片段啦，聽到好多嘅錄音啦，或者係睇到好多相啦，同埋聽到睇到好多分享。咁所以呢，以前呢就只係要靠呢個媒體主流媒體嘅報導，但係今時今日我哋任何一個人有部手機都可以，或者識得上 social media 嘅朋友都可以做一個職業嘅媒體傳媒，係咪以咁嘅身份可以作出好多嘅報導。咁所以喺社區發生咩事嘅時候，我哋即時咧就可以以第一身去將故事分享出去。咁所以咧，今時今日點解我哋會聽到咁多嘅歧視問題出現啊？咁多非裔人士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啊等等呢啲咧，因為而家嘅科技發達，所以咧以前聽唔到唔代表唔存在，而係嗰個方式唔一樣嚇。咁啊，我記得1992年嗰個 LA riot 咧，就係發生嘅原因就係、記唔記得 Rodney King？ 咁啊 ，Rodney King 咧，佢本身係非裔人士，咁佢就有一次就係被警察停啦。就跟住咧，就係俾警察係好粗暴咁樣咧，就襲擊啦嚇。咁嗰一刻咧，就亦都係俾人將個照片咧就拍咗落嚟，咁啊視像拍咗落嚟，咁後屘咧就全美國咧都係受到收到呢個報導啦。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喺電視睇到，咁好多人質疑佢受到幾個警察圍毆的時候，是不是因為他的身份問題呢？是不是因為他是非裔人士才受到這樣圍毆呢？相反，如果那個是一個白人的時候，會不會受到同等的對待呢？很明顯，很多人已經作出一個定論，就是說因為他是非裔人士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那這個 riot 最後呢發生就是因為呢件事上 court 啦，咁係經過法律程序嘅處理，到最後咧嗰幾位嘅毆打 Rodney King 嘅警察咧，就係無罪釋放嘅，係冇被起訴嘅，就係因為呢一個判決咧，令到當時期咧好多人咧就非常非常覺得非常之唔公平。咁出嚟嘅結果好震撼，令到咧非裔嘅社區人士咧都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不公平。雖然係有曬片段嚇錄音，我唔記得有冇錄音啦，但係肯定嗰個片段我係記得清清楚楚喺個年代。咁就係因呢件事發生之後咧，令到好多人咧就覺得美國嘅司法制度原來咧都係唔公平、唔公正嘅。在咁嘅情況下咧，到最後咧就發生呢一次嘅 LA riot 啦。咁我記得喺一個電視新聞片睇到咧，就當然啦，非裔人士非常之憤怒，就喺 LA 咧就出街就焚燒商店啦嚇，打爛玻璃啦，焚燒車啦等等。咁就將佢哋嘅憤怒嘅情緒咧，就完全100%咁樣發泄出嚟。咁我記得一個片段就係有一個白人嘅司機，佢係 truck driver 啦，咁啊揸住一部好大嘅嗰啲tractor trailer， 咁喺街中間咧就被截停咗啊。咁跟住嗰個白人司機好似係俾一班嘅非裔人士扯落車。扯落車之後咧，就係俾佢哋拳打腳踢咁樣嚟泄憤啦嚇。咁就係我諗相信係特登揾一個白人嘅司機出嚟泄憤。呢個
過程發生之後，令到很多人呢都是有個反省。但是呢，很可惜，我們是善忘的。時間過了去了，1992年發生的事情，今天呢已經是可能很多人已經是忘記了，或者是已經覺得太遙遠了樣。但我拿回這件事出來說，就是說曾經有一次很大的暴動，在我記憶當中我記憶猶新的，我很記得那個畫面，也都 是可以反映出今時今日我們仍然是明白到呢這個問題是還未解決的。所以在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些看法，還有現在美國究竟在這方面呢有做到多少呢，有多少不足我們要繼續做呢這樣。我記得有一年自那個 Rodney King 事件之後呢，在这个那个年份左右啦，我记得就有一个非裔的女主持，就当时其实很红的，就是我所想讲就是 Oprah Winfrey。咁 Oprah 佢本身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啦，之前都是做新闻啊的记者咁样。咁就因为佢嗰个嘅个人 show 啦，就嗰个清谈节目咧就受到好欢迎。咁我之前Oprah 未出現之前，在所有的媒體你所見到類似清談節目的主持人都是白人的，唯獨是就是那個節目其實在其他州都可能有其他女的黑人主持人是主持類同的節目，但是如果以這個全國性的syndication 來講，全國性的傳播來講，Oprah 是我唯一記得的一位非裔人士是主持一個曝光率這麼高的節目，當時就很受歡迎，到即他現在就 另外就不在他以前的台做自己，他出來有自己門戶，但是當時是的確呢就很受歡迎，我都有追，即每天都會有時間就追他的節目的。那時候我就想，哇，終於真係有位非裔的節目主持人啦，仲係女性添，仲係可以喺一個黃金時間嚇嗰、那個3點鐘啊，好似唔知3點定4點啊，黃金時間下晝就可以睇到個節目，咁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嚟啊！我覺得係。咁嗰陣時我心就覺得哇，我諗非裔人士嘅地位已經真係漸漸開始提高啦咁樣。起碼喺傳媒當中咧，你已經見到一個咁有地位嘅非裔女士可以係咁稱職啦，做得咁好一個節目啦，同埋咁受歡迎啦嚇。咁隨後咧，即係講真，喺美國好多非裔人士其實好多出名嘅老早已經有啦。咁如果係講到我哋通常都是認知就是說非裔人士在體育方面是特別出色的，特別傑出的，即是隨便提一提，好像說如果 basketball 即是隨便想一個名字，你都可以即有很多個名字可以拿出來說 Michael Jordan 啊，說起其實O.J. Simpson 咧就而家有一個臭名啦，但係 O.J. Simpson 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佢打 football 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佢受歡迎程度係即係好 popular 啦佢，咁後屘直情 popular 到從一個一個運動員變做一個係商品代言人啦，又或者係拍電視啦、拍電影啦都有佢份，因為嗰陣時佢又係好紅啦嚇，咁佢都係非裔，本身係非裔人士。咁如果係講電影界嚟講，第一個知唔知第一個贏得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嘅黑人演員係邊個啊 ？Sidney Poitier 記唔記得啊 ？Sidney Poitier， 咁佢當時其實係第一位黑人咧係贏得奧斯卡金像獎。咁嗰陣時應該係60年代啦嚇，咁其實黑人嘅地位已經係即係漸漸係提高㗎啦。咁喺60年代開始，50年代啦，爵士音樂啊 ，blues 音樂喺音樂領域方面咧，非裔人士喺美國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地位啦。咁如果係講起音樂，咁我哋可以諗到當其時我都未出世嘅年代嚇，好似 Billie Holiday 啦嚇，咁啊佢係最出名嚇，譽為美國最出名嘅一個爵士女歌手啦。咁如果講到blues 嘅時候，
King of the Blues， 你諗到邊個啊 ？B.B. King 啦嚇，咁即係佢哋已經係同埋即係近年啲啊，我認識嘅 Quincy Jones 啦，佢係 produce records 同埋即係搞好多音樂啦。咁呢啲名都係即係我哋已經係耳熟能詳，都好認識噶啦。咁但係如果喺文學啊政治方面咧，其實都有嘅嚇。咁如果講起文學方面，記唔記得咧？我記得嗰陣時細細個七十年代係香港咧就有一出嘅電視片集咧，好出名嘅嗰陣時係好轟動嘅，引起轟動。就因為聽講喺美國播映嘅時候咧，就好引起轟動。咁嗰套電視劇咧就叫 Roots， 即係中文翻譯叫根啦。咁嗰陣時我好細個，我就唔係好明白嚇美國人同埋黑奴嘅歷史。咁呢本嘅小説咧就係來自 Alex Haley 嘅作品啦。咁佢本身都係一位非裔嘅文學作家啦。咁佢仲贏得呢個 Pulitzer Prize 嘅名譽獎啊嚇，即係佢寫小説係寫得非常之出色。咁如果講到 Alex Haley， 亦都可以講一講，譬如 Toni Morrison 啦，亦都係另外一個好出色嘅女作家啦。咁啊，除咗 Toni Morrison 之外 ，Maya Angelou 啦，亦都係啦。咁即係喺文壇方面都好容易可以即係諗到有幾個咁樣。咁如果係講到政壇方面啦，冇錯，政壇其實一早我開始認識嗰陣時咧，我諗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啲咧，就係有Jesse Jackson 啦。咁除咗 Jesse Jackson 之外，之前咧更加唔使講，就係 Martin Luther King 啦嚇。咁Martin Luther King Jr. 嚇應該係貼切啲。咁呢啲都有聽過嚇。咁之後啦嚇，當奧巴馬未當上選咗我哋美國首任嘅半黑人半白人總統啦，咁樣講啦嚇。咁本身佢媽媽係白人，佢爸爸係非洲移民嚟到美國嘅一位非裔人士。咁佢其實係應該叫混血啦嚇。咁喺奧巴馬未踏入政壇、未受到我哋認識嘅之前咧，已經係應該你聽過記唔記得Colin Powell， 佢就係第一位美國嘅國務卿。非裔人士，美國黑人國務卿 Colin Powell 是第一位，而第一位呢個黑人女性被委任為國務卿，記唔記得係邊個？就係 Condoleezza Rice 啦。咁喺奧巴馬之前咧，我就已經即係留意到 Colin Powell 同埋 Condoleezza Rice 嘅喺政壇上所作出嘅貢獻。咁但係咧，萬萬都估唔到咧，係之後會喺我點講，即係喺我未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咧，會喺美國呢個國土咧見到首任嘅非裔總統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作為一個美國移民嚟講咧，係好有呢個鼓舞性啊！即係終於見到一個唔係白種人嘅人做美國總統，咁呢樣嘢其實咧，我真係冇諗到我有生以嚟係可以見到嘅。咁所以當呢件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係好令人好興奮啦嚇。咁我記得嗰陣時，講真，我一直對政治咧都係有以前啦嚇，以前一段時間係幾冷感嘅，因為嗰陣時覺得同自己好似冇咩關係嚇。咁但係當你喺美國生活咗咁多年嘅時候咧，你陸續續開始會感覺到平時喺生活上咧，你發覺政治係不可缺嘅，每做任何嘢都係政治化。而家好多嘢都係政治化咗啦嚇。咁除咗係政治化咗一啲嘢之外咧，其實我哋平時生活上所處理任何問題，你都覺得會係好多時都要需要咧，係懂得少少嘅有啲政治智慧嚇，先明白點解個事情會係咁樣嚇。咁所以發覺咧，生活喺美國嘅時候，你不可不能咧，唔懂得多多少少咧，懂得一啲政治。咁特別我哋係做選民啦，我哋做美國公民有一個特別嘅角色要扮演，同埋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榮耀嚟嘅，係可以咧喺呢度投票選擇自己認為可以當上美國總統嘅政客啦。咁
所以我觉得是除了是我们的公民责任之外，亦都是一种荣耀来的。咁因为不是很多国家呢都是有这样的荣耀。咁所以呢，我奉劝所有来到这里决定在这里扎根的朋友，在美国扎根的朋友呢，快点去做公民，跟住呢你亦都可以享受这种荣耀，可以参与这个行动啊，因为这一样嘢好紧要嘅。纵使今时今日我哋而家竞选嘅两位政客啦，Donald Trump 就本身不是一个政客，但是他越来越懂得怎样做一个政客。而 Hillary 呢，他本身当然是政客啦。咁喺佢哋两个今时今日好多人话冇选择嘅余地之下，都要选一个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必须要咧去投票。呢样嘢好紧要，即系等有关方面知道咧。虽然我哋唔中意而家喺我哋面前所呈现嘅两个选择，咁但系咧都要exercise 我哋嘅 right 啊，即系要这个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是要履行我们这个做公民的权利。那在这个时间呢就休息一阵，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Hello， 大家好，我是青朗。我是一个点的人，搞笑咯。成班人一起的时候我都是搞笑那个来的啦。但是我又有感性的一面的哦。遇到不开心又或者想起伤心事的时候，我又会流眼泪。总之我就会将自己的感受写在块面上。开心就笑，伤心就喊，大情大性那隻咯。我平时喜欢做些什么啊？煮下嘢食，睇下唔同嘅文章，唱下歌咁啦。我嘅节目会讲咩？一个字，情。问世间情为何物？无论系亲情、友情定系爱情，都直教生死相许。想知多啲，咁就要记得收听同埋收睇我嘅节目啦。我系边个？青朗啊！有着数啊！快啲攞部手机同我一齐去美颜坊攞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sample 啦！真系咁着数，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唔系平嘢嚟噶噃，而且好适合我哋东方女性皮肤，我日日有用噶，免费攞嚟旅行都唔知几方便。系呀，只要去宝禄伦二十大道68街606号嘅美颜坊扫一扫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啦！快啲攞埋个智能手机啊！啱晒，我顺便买啲资生堂 Shiseido 护肤同埋化妆品先。咁喺宝禄伦二十大道606号美颜坊见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圣安神，从星期一到五每朝同你去搵工。下午4:30租屋买楼绝不落空，晚上8:30仲有黄大仙同你指点迷踪。热热闹闹朝朝中开咪搞下事，讲埋啲乜嘢？时时弹弹噏几噏踎低起身，乜数都爆话咁易。呢位老兄，边位？哎呀，一开脱保点会停？创作冇禁忌，最过瘾概念又玩得起。有咁客气啊！有着数啊！
快啲攞部手机同我一齐去美颜坊攞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sample 啦！真系咁着数，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唔系平嘢嚟噶噃，而且好适合我哋东方女性皮肤，我日日有用噶，免费攞嚟旅行都唔知几方便。系呀，只要去宝麟二十大道68街606号嘅美颜坊扫一扫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啦，快啲攞埋个智能手机啊！啱晒，我顺便买啲资生堂 Shiseido 护肤同埋化妆品先。咁喺宝麟二十大道608号美颜坊见啦！第一節就提到呢個 LA riot 啦 ，Rodney King 嘅事件啦。咁嗰個年代咧就發生咗一宗即係咁大嘅一宗 riot 啦。咁啊喺今個年代嚇，即係呢幾年咧都係陸陸續續咧，我哋聽到好多新聞啦，喺美國國土咧就發生嘅。咁例如係最近一宗咧，就係一位非裔少年啊被無辜槍殺啦。咁即係呢啲事就經常有啊。咁啊導致咧就有这个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的 movement， 即是黑人性命很重要啊，就他们呢就要是出来呢就要告诉大家，他说我们黑人社区的朋友就要大家知道，其实他们的性命呢都是很重要，是有价值的。还有呢有很多时候都听到一些新闻，就是说警方選擇性咁樣嚟執法啦，甚至有時係濫殺黑人無辜咁樣。咁亦都係最近如果仲記得呢個奧斯卡金像獎，亦都係咧有一啲非裔人士嘅演員啦，係出到嚟咧就話呢個奧斯卡評審係其實好唔公平嘅，因為有好多非裔人士係傑出嘅呢個演員，但係咧係得不到提名嘅嚇，咁佢哋都係以行動同埋聲音咧嚟作出抗議嘅。咁啊睇翻今日社會當中嚇，咁喺呢個因為呢個歷史啦，同埋呢個經貿發展啊，形成好多嘅一啲種族啊，一啲好多族群嘅社會啦。咁我哋要呢啲族群嘅社會都係有唔同嘅膚色啊、語言啊、宗教文化同埋生活上一啲唔同嘅背景啦。咁所以咧，往往咧可能會係喺社會當中構成一啲係形象嘅定格啦，或者係喺大家對大家所嘅認知方面咧，有時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嗰啲睇法可能係叫做 prejudice 嚇，有一啲帶有有色眼鏡嚇，去睇我哋咁樣。咁呢啲咁嘅多元文化呢啲衝突啦，已經其實唔單止係美國有噶啦，其實講到好多世界各地而家都陸續有，好似講到歐洲方面啦，歐洲都係個移民計劃比較開放啦。咁喺呢幾年都係陸陸續續係收咗好多嘅一啲其他地區的移民，例如中東地方啊，有不同宗教背景地方的人士去到歐洲生活，咁亦都係咧，因為咁嘅情況咧，係出現咗好多文化上嘅衝擊啦。咁講到我嚟自香港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呢啲係南亞裔人士。最近呢幾年都聽到香港好多南亞裔人士喺香港生活嘅時候咧，遭到某程度嘅歧視啦，又或者係大家生活上嘅一個衝擊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文化上啊，同埋我哋自己背景嘅唔同啦。咁但係講翻起喺呢個美國嘅黑人
他哋是自奴隸制嗰個年代嚟到美國，他哋的源遠流長、悠長嘅呢個歷史背景啦嚇，咁就同我剛剛所講又唔太一樣。雖然大家都係講緊移民嚇，咁但係佢哋嗰陣時嚟到美國嘅目的咧，其實唔係由移民開始嘅，係奴隸制被一啲白人咧係买卖咁嘅形式咧，系卖到卖猪仔咁样就卖到嚟美国噶。咁喺所以佢哋嚟到美国嗰阵时嘅心态系同我哋而家嘅新移民嘅心态又好唔一样吓。佢哋嗰阵时系被逼吓，系硬性被逼系卖到嚟呢度，咁被逼喺呢度生活咁样工作。咁啊，刚刚提到啦，喺美国方面咧，本土咧就最近发生好多嘅一啲一啲事件咧，令到好多非裔人士咧就出嚟发声啊，有好多嘅呢个抗议行动等等嘅。咁啊，2014年嗰阵时咧，记唔记得喺八月份喺呢个密苏里州呢个 Ferguson 吓，就发生一宗系呢个黑人青少年啦，就被无辜枪杀嘅事件咧，就引发咗抗议啦。咁啊，嗰位无辜失去生命的青少年咧，个名字叫 Michael Brown， 记唔记得？我相信即系印象就好深刻吓。咁当其时呢一引起呢、这个出嚟示威吓，咁就可以讲系少少暴动咁样啦。咁警方处理个事件咧，佢哋当其时就要制衡呢个暴动咧，佢哋就出咗好多嘅坦克车上街嗰度就封街啦吓，咁啊同埋就严禁所有人咧就喺一定嘅时间出嚟吓，咁有好多人咧就质疑话呢个暴动要出动到军方嘅坦克车，系咪有啲太过夸张咧咁样？咁另外咧，剛剛提到嚇，咁琴日提到寫呢本書，我琴日分享呢本書嘅作者啦。咁呢位作者係叫 Coates 啦，叫 Coates。咁呢位作者咧就亦都有提到，咁佢就話喺佢本書講到，佢話佢當其時曾經就住喺 Baltimore， 咁 Baltimore 咧就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區域咧亦都係好多非裔人士集中住嘅地方嚟噶，咁治安亦都好唔好嘅，咁俾人一個印象就覺得呢個地方係好危險，因為咁多非裔人士聚居啦。咁呢位作者 Coates 佢就話佢自己住喺 Baltimore， 咁 Baltimore 都係當然啦，係好係啊黑人區啦。咁另外喺16公里以外咧。亦都係嗰區附近16公里以外咧，就有一個白人區，就係、是、叫做拉杜，應該係拉杜。如果我冇講錯嚇，咁呢個拉杜區咧就係、是、一個白人區嚟嘅，亦都係中上階級嘅一個區域啦嚇。咁、喺美國其實好多地方咧，你都知道咧，話今時今日2016年，大家已經係叫做係冇呢個叫做 segregation， 即係冇再分隔啦嚇。以前有好多法例咧，係將黑人同埋非裔人士咧係分開嘅，無論你講學校又好、餐廳又好、一啲公眾地方啦。咁今時今日已經係呢、這個已經係唔合情理一件事，亦都喺法律上咧係唔合法嘅。咁但係喺意識形態當中咧，我哋仍然咧係生活喺呢一個黑人與白人分隔嘅呢個社區嘅。好多社區你見到咧都係某啲社區就只係有黑人住，某啲社區只係白人住嘅啫。如果當有一個黑人搬入一個白人嘅社區咧，亦都係咧，雖然今時今日嚇。亦都會係你會聽到啲閒言閒語，或者甚至咧，有時有啲人未必能夠好欣然接受呢一個改變嘅。呢啲地方喺美國咧，好多地方仍然存在。咁但係咧，亦都係可恨咧，就呢啲地方越嚟越少啦。所以就係話，作者就以呢個16公里嚟作一個分隔，就係話黑人同白人雖然同住喺一個區，但係始終有一個數量一個公里將佢哋隔開嘅。
咁喺呢本书《在世界与我之间》啦，就是、我琴日所提及，系 Coates 写嘅一本书。呢、这个就系中文嘅翻译吓，《在世界与我之间》。咁讲咧就系呢一个佢哋嘅实际距离啦，咁样。咁好多人咧都觉得哇，包括我在内，其实当喺2008年啊吓，选举总统个过程当中，奥巴马出嚟竞选嘅时候，第一位黑人出嚟竞选总统，咁嗰阵时佢嘅口号咧就系话 hope and change 吓，咁佢就话 hope 咧。其實有兩個口號的，一個是 hope 啦，一個就是說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就是說希望和相信能夠改變。希望是什麼呢？希望就是有一個，起碼最基本就是一個種族性上面的一個改變，還有說相信能夠改變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當然除了種族之外是包括很多東西，當時就吸引了他的出現，是和他的口號是吸引了很多我記得是 college 的朋友，還在讀書的朋友，年輕化的朋友，亦都是吸引了我的。當時因為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朝氣、很有活力、很耳目一新的一個政客啦。他本身都不是說從政治開始做起，他的 background 都是在社區做很多的社區工作啊、輔導啊等等。他當然他都是讀過法律啦，是之後第到呢個2012年嘅時候，佢競選再出嚟競選嘅連任嘅時候咧，咁佢口號咧就係、是、話 forward， 即係前進啦咁樣。咁我哋已經係有個選咗個黑人總統出嚟，咁到佢連任嘅時候咧，就再要繼續前進。咁啊，但係咧，好可惜咧，佢入咗白宮之後咧，我哋嘅 hope 咧就慢慢變咗有少少 hopeless 啦。點解咧？嗱，講起呢個歧視咧，我話俾你聽，雖然奧巴馬總統係最終做到俾我哋選咗入去白宮做總統，但係咧，始終多多少少咧，我會覺得咧，喺嗰個政界方面咧，始終佢係受到歧視，因為佢係首位嘅黑人總統。始終我覺得咧喺嗰方面咧。佢雖然係破咗格嚇，咁就做咗第一任嘅歷史上第一任嘅美國黑人總統，但係當佢入住白宮嘅時候咧，到今時今日都你所留意到，特別喺我印象最深刻嘅時候，我發覺咧係喺議會當中好多人咧都同佢係打對台嘅，好多佢提出嘅要執行嘅嘢咧都受到議會嘅干涉同埋質疑啦，同埋挑戰啦等等嚇。咁最終好多人話：，奧巴馬上台咩都做唔到，即係佢以前所講嘅咩 change 啊，其實就係 change to the worse， 根本唔係 change to better 咁樣。咁我亦都可以喺呢度就講一講，就係話我覺得佢係真係想做好，即係佢嘅諾言，我相信佢係真係有心想做好佢想做嘅嘢。咁但係因為你知喺美國嗰個制衡制度嚇，嗰、那個balance and check 嘅制度，就係話唔係你做咗總統你就咩都話曬事，係要個權力係平分嘅嚇，咁有三個機制平分嘅。咁如果呢三個機制唔同佢合作嘅時候，佢係總統都冇辦法嘅，佢都係要等國會有好多議程佢提交上去，要等國會通過投票去批。咁如果有人同佢搞作對嘅時候唔批嘅時候，佢都做唔到嘢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有好多嘢佢想做，所以推行都未必推行到嘅時候咧，咁的確係會係有一個進度上嘅問題出現啦，咁樣。咁多多少少，我覺得係有少少歧視嘅。如果相反呢一個奧巴馬唔係一個黑人總統，而係一白人總統，佢想推行嘅佢嘅想帶動出嚟嘅一啲改變咧，我相信唔會受到咁多嘅荊棘嘅路途啊嚇。咁可想言之，我初初以為我相信除咗我之外，都好多人以為特別係非裔嘅族群會覺得，終於我哋有一個可以代替我哋發聲嘅總統啦，咁一定可以幫到我哋解決好多問題。但係相反咧，奧巴馬自佢上任之後咧，發覺呢個種族問題咧
反而是衍生得咁多更多问题出现，更多的冲突。点解会系咁嘅情况呢？咁样咁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唔同嘅角度，就系、是、觉得可能有一个错觉，以为咧就是、因为一个黑人总统上任，好多事情咧就系、是、因而会解决啦。咁其实咧见到的效果咧系相反嘅。当其时当奥巴马上台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好有抱住一个。核心就是同埋一個好積極樂觀嘅態度。佢曾經咧就有一句名言啦，佢成日分享嘅，佢就話嚟自馬丁路德金嘅。咁馬丁路德金曾經話過，佢話宇宙中道德嘅曲線好長，但係咧終究會摧毀正義。咁呢一句話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受喺奧巴馬總統白宫嗰个总统办公室嗰个地毡上边嘅呢句说话，咁就提醒奥巴马就系话，佢作为首任嘅黑人总统，佢要清楚明白咧，佢其中一个责任咧就系要为翻一个一直被忽略嘅种族系争取翻一啲公平嘅权利。咁刚刚讲到啦，奥巴马本身佢都系妈妈系白人啦，爸爸系黑人啦。咁佢都经常分享佢本身成长喺美国成长嘅故事。咁其实系好听咗之后咧，系好激励人心，同埋好充满希望嘅。即系佢系个经历系其实鼓舞好多黑人嘅青少年咧。在这八年当中都觉得啊，可能有一日我都可以做美国总统喎，咁样。其实呢件是好事嚟嘅，因为在美国的黑人历史上啦吓，我记得我啱啱嚟到美国的时候咧，我是记得好清楚啊。嗰阵时听到好多故事咧，就是话如果你是在黑人区长大的时候，你有一日成功咁样可以离开咗呢个黑人区咧。你反而不会是被你的黑人朋友啊邻居支持啊，反而他们会排斥你的。因为他们的心态会觉得哦，你现在成功了，你现在就去了白人社会了，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一群了这样。在当时那个年代呢，黑人的心态呢会是都几自卑下的。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环境造就了呢，是他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努力可以跳出去这个这样的备受歧视这个格局里面，不可以跳出去。他们觉得他们永远都是会是贫穷，永远都是要攞救济，永远都是被人看不起。但是当有些可以跳得出幸运地努力地想离开这个困境的时候，跳出去他们可能以为这样会是带动到其他他们同種族的朋友會是似他這樣想跳出這個框架，想去成功的時候呢，反而是遭到呢其他的人再踩多你兩腳。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呢可以是成功的，即他們有一種這麼負面的心態呢，其實是真的很可悲的，也都是不是因為這個社會所造就出來呢這樣。當然我說那個已經是70年代的時候我 聽到和即是接觸到的，但是現在年代呢又不是這樣了。現在的年代的黑人社區呢，很多人呢都已經是比較肯出嚟为自己觉得不平等的待遇出嚟争取。咁就係因为呢个事件呢，最近我都发觉即係喺华人社会当中，亦都係因为一个事件啦，就係梁彼得事件呢，令到好多华人呢都以前係鹌鹑咁唔讲嘢，唔出声，唔参与政治，唔理任何嘢嘅朋友呢，都终于呢忍唔住要出嚟发声。好多你係见到出嚟嘅唔单止係年轻人啦，咩年纪人都会即係公公婆婆呢都为了那件事来出来撑。因为华人社区都觉得梁彼得的事件是非常之不公平，所以多多少少我们其实呢都华人呢都是向
非裔群體學習到少少嘢，就係話當你感覺到唔公平嘅時候咧，你真係必須要出嚟發聲。咁當然咧，出嚟發聲嘅時候咧，都要係規規矩矩啦，唔好鬧事啦嚇。咁有啲黑人區咧，你會見到佢哋有時出嚟發聲係本來係好和平咁樣示威嘅，但係咧最終有時咧就有啲不法分子咧就趁機咧就係造就一啲好負面嘅新聞出嚟嚇，令到呢個和平嘅示威咧就變咗為佢哋社區帶嚟夢想一個黑影。咁所以咧，我哋出嚟發聲嘅同時候咧，都要係要記得嚇我哋嗰、那個。最主要咧係要等得到社區嘅認同同埋同情，而唔係咧做即係趁呢個機會做一啲負面嘅嘢出嚟咧，令到人哋社區其他社區對我哋有一個負面嘅印象。咁呢樣嘢要好清晰界定，千祈唔好俾一啲不法分子咧乘機嚇有機可乘。咁喺呢個時間咧，又休息一下先。哇，有着数啊！快啲攞部手机同我一齐去美颜坊攞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sample 啦！真系咁着数，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唔系平嘢嚟噶噃，而且好适合我哋东方女性皮肤，我日日有用噶，免费攞嚟旅行都唔知几方便。系呀，只要去宝乐伦二十大道68街606号嘅美颜坊扫一扫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啦！快啲攞埋个智能手机啊！啱晒，我顺便买啲资生堂 Shiseido 护肤同埋化妆品先。咁喺宝乐伦二十大道606号美颜坊见啦！你有冇试过听到一首歌会令你谂起某个人啊？又或者去到一个好多年前去过的地方，又会不会令你想起某一件事呢？每个人都有一些已经被淡忘被忽略了的回忆，当中有开心的笑声，亦都有伤心的眼泪。有些回忆令你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我们曾经笑过，亦都喊过，这些经历造就了今日的你和我，令我们进步成长。但是可能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又或者我们都活在当下了。你有没有一些已经被遗忘了的回忆呢？逢星期三晚上10点，清朗带你回到过去。下载呢个 app， 点击点击求知，俾啲掌声有请。好，嚟到最后剩翻几分钟嘅时间咧，咁我讲到今日咧，其实系要讲一讲呢、這个少少历史啦吓，咁睇下时间，哇！就唔夠時間講啦，咁但係呢個可以提一提啦。咁其實喺美國啦，呢、這個奴隸制黑人嘅奴隸制咧，已經其實長達250年咁多噶啦。咁除咗呢個奴隸制之外咧，亦都有長達90年嘅種族隔離制度啦。咁呢個種族隔離制度咧，就係、是、一個Jim Crow 嘅法例咧，係規定咧嚇黑人同白人咧係要隔離嘅。咁喺呢個影響之下，喺呢個意識層面啦，就社會就其實養成咗一種即係實際就令到咧美國喺呢一方面咧就默默咁樣默許種族唔正義嚇嘅姿態出現。咁雖然咧呢啲隔離嘅制度啊，呢啲奴隸制已經不再存在啦，好彩已經係過去嘅歷史啦。
咁但係咧喺意識形態上咧，仍然咧有時候咧會係呢度嘅非裔人士係往往都會係遭受到歧視嘅。咁喺聽日咧就會，我想分享一下 Jim Crow Laws 嘅一啲資料啦，等我哋理解一下當其時黑人受隔離嘅情況。咁同埋咧，亦都係想分享一下一啲比較近代一啲嘅歷史啦。咁同埋咧，如果有時間剩咧，記唔記得我剛剛所講咧，就會有聖安神嘅加入嘅。咁希望咧可以喺呢方面咧，以唔同嘅角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歧視呢一個問題。咁喺聽日同樣時間11点到12点咧，就繼續有煙靈就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嘅。咁啊，今日係已經星期二咯，冇錯啦。咁啊，繼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禮拜二，因為今日天氣實在真係好靚啊！好，咁啊，聽日再見。Hello， 大家好，我是圣安神，逢星期一到五每朝同你去找工，下午4点半租屋买楼绝不落空，晚上8点半还有黄大仙同你指点迷踪，热热闹闹朝朝中开咪搞下事，讲埋呢个嘢，时时弹弹噏几噏踎低起身，乜数都爆话咁易，呢位老兄边位你呀，一开 turbo 点会停，创作冇禁忌，最过瘾概念又玩得起，你唔客气啊。你是否在考虑买新车吗？大家知道时代车行在宝罗伦和皇后区开了任何品牌的车行，样样精通，服务周全又专业，40多名专业经纪为广大华人服务了超过4年，国产、日本、欧洲应有尽有，能有几便宜就有几便宜，时代同纽约周年检，真正达到一条龙服务，冇第二度比时代更专业，服务更完善。嚟时代一站过，冇烦恼，请快电1800-688-0456，1800-688-0456，时代车行。凭什么要失望？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
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跟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牺牲，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原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变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语气。